出发！嗨嗨，好不好玩？哇，很厉害！最经典的一个。我爱你，智慧树。智慧国总动员。咕噜咕噜，大哥，小咕咚来找你玩了。哇，你买了新的地毯，快打开让小咕咚看看。小咕咚，你来了，我正在发愁呢。看地上铺的这些旧垫子，我需要把它们拆掉才能铺上新的地毯，但是这些地垫扔掉了又有些可惜，我在想能用它们做些什么呢。那让小咕咚来帮你想想吧。不如我们用地垫搭一个城堡放在边上吧。哦，城堡吗？听起来好酷呀，但需要怎么做呢？我们得先拆掉这些垫子。来，我们来比赛吧，看谁拆得快。好呀，我可是拆垫子高手，计时开始。拆得好累呀，小咕咚，我想休息一下了。嘿嘿，道哥，你玩过拆垫子的游戏吗？拆垫子还有游戏吗？我没玩过，听着好有趣呀。那小咕咚带你去看看吧。拆垫子，六个家庭分为两队，每队有八块地垫。两位队长参加石头剪刀布游戏，输掉的队伍将被撤掉一块地垫，直到其中一队无法坚持站立在地垫上，另一队获胜。两队呢已经跃跃欲试了，请各就各位，站到自己的垫子上，准备好，准备好。我要喝。请我们的两队队长站到中间啊，来。加油，队长加油！石头剪刀。我要来检查一下啊，都站在垫子上了吗？既然都站在垫子上了，头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啊！快检查，垫子游戏了，掉下去！哎呀，看小朋友，坚持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可以，好，来，石头剪刀布，耶，去吧。继续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啊！不要拆，不要拆。好，来，挑选好，蓝队站好，可以把宝宝抱起来。爸爸把我抱起来了，爸爸好厉害。爸爸的脚还得踩进去啊！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可以。预备，先石头剪刀布，这次可能就没有办法能站住了。先摆好，要骑两个小动作，后边还有一个大人呢。爸爸的脚还可以往前走点，对，你的脚还可以再走点。哇，这太好了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太棒了！爸爸就紧紧地抱着我，我就觉得特别有安全感，不会掉下去。两队真的没差多少，就差了一块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继续走，来。石头剪刀布，一次加油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啊！他们看不见了，就剩下一条了，怎么能站得住呢？
这个难度太大了，你是八洞，垫子太小了，人又太多了啊！行行，哎，这后边妈妈站不下呀，你能上吗？有点疼，来来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也一直在想办法，然后当这个垫子缩小的时候怎么站，然后他也是跟我们说，妈妈要抓住，他生怕我掉下去。后边妈妈的那只脚，对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。我觉得他们站不稳，但是我没想到他们能站稳。我特别希望我的队长能赢，这样子我就能拆对方一个垫子。石头剪刀布。队长压力太大了，在我们处在劣势的情况下，没有一个孩子或者家长就是觉得沮丧呀，反正就是还有那种就是越挫越勇的感觉。除非有奇迹啊，这个太难了。但是蓝队不愿意放弃，他们要坚持到最后。蓝队还在不放弃的商量战术，看他们到底能不能三个家庭，对，创造奇迹，在三块小垫子上。站的三个家庭，只有一个家长这样，哎，这样抱着孩子，好，注意安全。我是把我平时练瑜伽的功力都展现出来，那个脚翘起，一只单腿翘起来了。因为我觉得妈妈一只脚撑不住，所以我用手抱住她，帮她一把。对，小朋友可以踩在爸爸的脚上啊，这都是方法。嗯，准备好吗？来。准备好把脚翘起来啊！给你脚先，对，先翘起来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蓝队只剩三块垫子的时候，我们这边都认为啊，还真应该就游戏应该结束了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他们最终所有人都站在了垫子上，我觉得他们的表现非常好。啊，其实我们已经是三个家庭在合作了。站在中间的这个家庭，这个爸爸，我和他是其实两个人手臂是缠在一块儿的。因为如果我们三个家庭各自管各自的话，其实我们也是站不下了三块垫子啊。所以还是一个团队的合作，我觉得特别重要。蓝队创造奇迹。你的这一点你们，我觉得建议你们俩好好想一想，尤其伊思，来吧，来，预备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啊，没有，他们垫子还挺多的，应该没有问题。很轻松啊，没事没事。我有信心，因为我爸爸可以把我抱起来。商量一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要轻松。来，预备，开始，石头剪刀布。奇迹的决心，上面要站下三组家庭，这个有点儿。蓝队还不肯放弃，他们还要再挑战。因为我感觉我爸劲儿大，其他的家长劲也挺大的，可以把我们都给抱起来。本栏目由高钙美味助力成长的妙可蓝多奶酪棒特约播出。不中不中，不行，行，哦，好棒！我觉得我们这个蓝队配合的非常的默契，虽败犹荣吧，感觉。结果如何？我们还是要给蓝队鼓鼓掌，他们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，对不对？坚持不懈。对，这个游戏好玩吗？好。我觉得每个人都很棒，为自己鼓鼓掌。哇，小咕咚，这个游戏真是太有意思了！每个队都非常默契地团结在一起。好几次我都以为他们要掉下来了呢。是呀，道哥，小咕咚看得也很激动。垫子都拆完了，现在要继续做什么呢？现在就需要我们一起来搭城堡啦。你想搭成什么样子的呢？我不会搭呀，小咕咚，你能教教我怎么搭吗？很简单，你看，就像这样。
哇，看着确实不难哎，我也要试试。哇，道哥，你做的也好好呀，这个城堡看上去完整了很多。嘿嘿嘿，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下，来玩个游戏吧。好主意，我们来玩抢垫子怎么样？看谁的反应快。好呀，道哥喜欢这个游戏。两队队员围绕四张垫子转圈，当音乐停止时，大家要尽快站在垫子上，没有站上去的人将会被淘汰。最后一张垫子上人数多的一队将获得胜利。所有人都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第一轮大作战开始，起音乐。我是一颗糖，想起来，我是一颗糖，跳起来，我是一颗糖，动起来，疯疯疯的跳跳跳，特别像这个篝火晚会，像不像？像，好热闹啊，好开心呀、啊！每个人都跳起来，挥他们疯疯疯了自己的任务。这位小朋友想在外面了，很遗憾。虽然我第一局淘汰了，但我可以给爸爸妈妈加油，我也非常开心。啊，这位爸爸也有半只脚踩了出来，很遗憾。没关系啊，好，我们站到咕咚身边来，来向这边来。下一轮准备好，我们已经撤走了一个垫子了啊，难度加大了，来请音乐。本栏目由盖世冠名播出，麦加麦三色藜麦燕麦脆，幸福生活从一口燕麦脆开始。大家可以拍拍手回忆童年啊，注意听歌。我自己呢还是很有信心啊，因为我平常也经常锻炼啊，身体素质也感觉还可以。啪嚓就被挤下来了，一只脚就没站上去。爸爸，自己队长被淘汰了。哦，你也被淘汰了。都被淘汰了。队长都被淘汰了啊！队长都出来了。好吧，剩下的都成功了，祝贺。是的，是的。好，已经去掉两个垫子了。好，第三轮音乐起。哟，这个音乐可以，跳起来。捡到一分钱，下载完美警察叔叔顺利一面，拍拍手，挥动起来。小朋友注意力集中啊，听好音乐。这个教育问题啊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好，就剩下五个人了。好的，五个人了。哇，真的是既紧张又刺激，对不对？决胜局了，加油！决胜局，决胜局，好紧张。我们都看好了啊。好，开始。是全部都站上去了吗？小朋友金鸡独立，我天天的只会赢。哎呀，比赛真的是太激烈了，这个红队和蓝队实力真的是相当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怎么办呢？只能拿出我们的杀手锏了。这么小的垫子，哇，那么小。来，指导点博士。好的，交给我换一下啊。我感觉这只能站两个人。对，好像只能站我的一双脚。我就不信红队和蓝队都能站在上面。好，差距有点大，听我的口令啊。红队加油，预备，音乐起。我自己非常有信心，我能坚持到最后一轮。加油，不要进来，动起来，挥挥手。蓝队加油，听着音乐跳着，然后集中精力，反应快，不能犯规。对，一停就赶紧抢垫子。蓝队加油！哇！啊，大朋友还是有优势。我发现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比赛啊，我们的红队啊，
领先了，是不是？对。但是呢，这个游戏特别的好玩，我们是不是也想参与？也想玩一玩。这样吧，红果果提议就是我们所有人加上小朋友一起玩，好不好？好。就我们这边的五个人。好。好的。加上小朋友一起，好不好？来，小朋友上来吧。小朋友一起玩。好，听我的口令，准备了。起音乐，走起来。本栏目由盖世冠名播出，麦加麦三四零麦燕麦脆，幸福生活从一口燕麦脆开始。好像所有人都站在上面了，除了我。小朋友，我去观战了。好，第二轮音乐起，走起来，来给宝贝们加油。本栏目由高钙美味助力成长的妙可蓝多奶酪棒特约播出。加油！继续走起来，眨着眼，眼花纷乱，让大家等你陪伴我来家乡。哇，我们姐我陪你，小咕咚，加油！来，现在我就代表红队，你就代表蓝队了啊！音乐来，好，注意啊，走。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，加油！给我把头点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跟我们一起来。其实这个电博士只有一只脚在垫子上。我在空中。红队获胜。但是我觉得无论输赢如何，每个人这个真的是用心在玩这个游戏，都非常的投入，而且每个人都表现得很出色，对不对？对。为我们所有人鼓掌。太棒了。哇，这个游戏真的太精彩了，大家的反应速度真的好快呀。是呀，小咕咚，这个游戏也很考验专注力呢。现在我的旧垫子都用完了，我们可以把地毯铺上了。哇，道哥，这个地毯好好看呀，我们可以在上面玩游戏啦。这个地毯好好看呀，我们可以在上面玩游戏了。嗯，道哥，你怎么学小咕咚说话呀？嘿嘿，小咕咚，你会倒着说话吗？倒着说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比如铺地毯，倒过来说是什么？地毯铺，毯地铺。对对，答对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我带你去看看小朋友们都是怎么玩的吧。好呀好呀。在这个游戏中，主持人会说出一个词语，家庭需要先抢到中间的麦克风，然后把这个词语的顺序倒着说出来，回答正确的家庭加一分，最终得分最多的队伍获胜。好，游戏规则都已经清楚了，是不是？我看到小朋友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，是不是？不要着急啊，期待吧。对，第一轮我要简单一点，两个字的啊，小朋友听好，西瓜，瓜西。好，红队一分，红队加一分，特别棒，我们的俊贤。好，第二，菠萝，萝卜。哦，前面好厉害，哇，再见。我们得再加加速，宝贝们跑得很快啊。对，没有，前面两个字。饼干，干饼啊！哎呀，这个是
适合我们红队吧。哦，就是两个字太轻松了，主持人说的每一个我都会。接下来是三个字的啊，第一个智慧树，社会剧。好，蓝队蓝队小朋友没事。主持人说的最后一个字就是我的第一个字，所以我把第一个字想完之后快速抢到后面的字，然后赶紧跑过去抢了。好，听好，火龙果。说火龙果是什么？火龙果。错错错，没错，老虎。好，蓝队，我三个字的比两个字的难一些，所以呢我才只抢到了一个火龙果。听好，千纸鹤。鹤子千。好，红队加油。好，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啊，三个字的幼儿园。幼儿园。好，刚才呢哎两队的小朋友同时说的，所以都有一分啊。我感觉我鸟的字的时候还挺简单的，我三个字就有点难了。现在加大难度，四个字了啊，来，我简单一点的，高山流水。水流山高。水流山高。听好，四喜丸子。四喜丸子。好，欢天喜地。地喜天欢。地喜天欢。好。哎呀，刚开始呢是说我们自己家孩子你去抢，最后我们变成只要是我们这一组的，我们大家都去给他提供思路啊，让我们感觉到就是很快的时间，就那么几分钟我们就能融在一起。最后一个，对牛弹琴。琴弹牛对。为我们所有的小朋友鼓鼓掌，今天都有收获，太棒了。哇，这个游戏太考验大家反应速度了，不但要想得够快，还要跑得够快。是呀，道哥，这个游戏也很考验小朋友们的逻辑思维呢。是的是的，今天真是太充实了，我们不仅用垫子打了城堡，还玩了好玩的游戏。是呀是呀，小朋友们，你们最喜欢玩什么游戏呢？欢迎分享给我们哦。下次又会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呢？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。再见啦。再见。